天好想要，天天都想要，要吃喝玩乐，要八卦内幕，要社会新闻，要解决问题。刘君耀下午两点，非要不可。好，我来酒吧新闻台，你现在说的是非要不可，我是让你非要不可的刘君耀，瘦耀耀。礼拜二接臂达人安吉吉的林瑞图在我们现场，谁到你？我欧露露的安吉吉，安吉吉，你全家安吉吉啊！啊，现在给听众朋友、跟网络朋友、跟受邀班长问好，大家好，好，大家好，你好，我好，计五万，刚刚好，英镑来刚刚好，这我这样讲的。哎，林家这个我讲，哎，因为什么？因为很好记，还押韵。嗯，对啊，而且简短。他爸爸你好，我好。寄五，他说：“爸爸你好，我好。”对，我好意思。哎，寄五万块英镑来刚好。那时候他在英国留学。对对对。哦，他英国留学。你好，我好，他已经也跟你讲说，我很好的意思，你不用挂念。哎，你不用挂念。对对，但是呢，寄五万。你好，我好。你好，我好。哎，那五万英镑要寄到，不然的话呢？他就不好了。我就不好了。他就不好了。这意思，这个啊，结果你很快就继续了吗？没有，我抽了半次。你有五万块英镑，那时候是五十亿的时候，五十亿哦，一比五十亿，英镑对我们五十一块台币，他在伦敦政经学院读书那个学位是昂贵的，很昂贵的。是是是，啊，现在有要毕业了吗？毕业了，毕业了。啊，现在在报效国家？没有没有，现在是不是报效？现在报效世界。报效世界。他在研究什么？不是，他现在是转到读，他是国际金融的嘛。他现在就是，怎么说？如果讲这个，大家不要说我说他在世界银，现在在世界银行的一个机构里面的，是亚洲区的副总经理。哎呦，这么大？不大了啊，副总经理。那总经理还是那他这个对还是总经理吗？对什么洗钱？他是对国家的对国家整个国家，因为。为什么我会这么了解到我们台湾的服贸货贸或自由贸易协定？这如果不赶快跟大陆签好，再跟世界接轨的话，很多组织啊，就是比如东协组织啊，东亚组织啊，现在日本、韩国、中国啦，他们都有一个跟美国都有一个组织，跟俄罗斯他们也有参加进入。那现在就是只有台湾是一个边缘。台湾真的是没有参加任何一个组织，所以我儿子他们都说，他本来要回来教书啊，大学教书，但是他那个他们那很多的世界级的教授啊，就是很多像哈佛大学啦，像那个常春藤的美国非常有常春藤名校所有的大学啦，跟英国的剑桥、牛津、伦敦政经学院，他们都在讲，他说。如果你台湾这持续不加入这种服贸、货贸或自由贸易协定，或参加任何一个经济国际间的经济组织的话，你们台湾将来会很惨。他就叫他说，那就先不要回来。你就慢慢在那边就在他们的组织里面工作。他现在人是在上海、香港跟日本，就还有。那个欧洲欧亚之间呢，他常在跑。OK， 所以从你儿子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隐忧了哈。隐忧什么隐忧？我大隐忧嘞！我现在柯文哲还没上任，最近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或是你网络上朋友，打行动电话来或打到胡帅，他说那个。看着讲这个北北基于逃矣，他说我们都没有发表很就是比较尖锐的看法，那我所以我回去我就赶快因为针对的他去找宜兰县长林冲贤嘛，他讲开出来的就是说能够省半分钟的时间，半分钟就台北到宜兰。减八分钟尔啦，是，我们做一条直接的铁路。有啊，之前不是讲了，不过这条这个不是我们也说了吗？我们那时候没有批评的，
哦，没有分析深入啦。哦哦哦。哦，啊，最后我去找了民国九十八年的时候，我跟一些教授，所提出来的北水南送，98年等于是2009年了。2009年，哎，我提出来，哎，我提出来的那个这个北水南送，台湾就是因应台湾水资源的充分利用的建议呀、啊。是，哦，我有来找这份跟直铁有什么关系？作、哦、为大有关系哦。是什么关系？哎，这个回水水库是一个北水南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水库哎、欸，回水水库哎、欸，北水南送是问题，问题我们现在有在做北水南送的事吗？就是没有嘛，那现在桃园缺水是哦，中部缺水对哦，你看到我这边有到达那个德基坝哎哦，我都有把它列出来的是哦，德基坝就是德基水库了、啊、对，就是在台中地区嘛，现在叫台中市嘛，哦那边地区哦，还有南部的缺水。还有你没有听说水稻休耕的问题吗？哎，等等哦，但长期在听我们林瑞图哦跟我们讲事情的时候的这些听众朋友，讲屁啊！我现在听众朋友呢，应该要很习惯林瑞图的跳跃式了哦。没有，因为刚刚的我稍微包装一下，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我看很多人可能这个听啊，起码哎不傻傻什么，从你儿子。那我讲隐忧，你蹦一下跳到隐忧很大的隐忧，这没有这个隐忧叫做北水南送，然后跟直铁有关。等一下，我把它稍微整理一下。好，就是呢，你儿子的隐忧我们就不讲了，不讲了，大概是儿女私情啊，不要讲了。好，现在讲是说，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柯文哲想说要呢，之前有讲说要盖条宜兰做一个直接铁路，对，然后这个直接铁路呢。就可以缩减八分钟的车程，效益就这样了，的意思。然后呢，但是可能会造成回水水库，回水水库整个会大缺水，又大缺水，所以更不要讲说北水要南送。南送，好嘞，各位听到没有？你们现在听懂了没有？这个逻辑就是从直接铁路开始来讲，这个可能会造成缺水的问题。我跟柯文哲有点像啊，我们然后林瑞图呢就找了一份5年前他。所跟一些教授呢所研究的北水南送可能造成的一些影响，好，就等于评估了哈，等于一个评估报告，然后调出来了。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继续请林瑞图继续说下去。对不起，要跟哦，你跳钥匙哎，我实在是熊熊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讲旱灾哦，我现在我要开始要很有逻辑的。好，讲啊讲。因为哦，没有水，没有水的问题，所以我们的水稻才会轮流休耕。哦，你刚才讲休耕，哎，轮流休耕，哦，休耕，没有水的，没有水才会轮流休那个才会造成休耕的问题嘛。对对对对，那你现在哦，我来开始讲，这个柯文哲他讲这个政策是对与错了，哦，是对与错。我想，我建议柯文哲，稍微三思而行，因为现在柯文哲的这些网路哈、网站、对，是相当厉害，哦，我怕被霸凌，所以我要用，像这个就是祈求他不要做直铁了，我拜托他不要做直铁，这么变个真嫩啊你，你较早是什么都无你惊，这么你惊个，我要拜托他，因为哦。他们网络太厉害了，他们网军哦，网军哦会霸凌人家了。哦那我也奇怪了哦，他既然这个网军哦那么厉害，因为柯文哲要抛出这个议题的时候，他这些幕僚啊，还有这些智囊团啊，还有这些的这个政策的对应小组啊，他应该要。给他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是什么呢？是针对台湾整个在回水水库附近，你要直接要通到宜兰的时候，他们的地层报告，地层啊，对，因为他们地层都是断层，第一点就地层报告，所以第二个，所以那个雪隧才会盖那么久、啊，第二个，哦，那边的地形。地形那么非常陡峭，第三个
就是刚刚我们赵耀办长所讲的水罪，水罪本来预计在1998年、啊、要完工，对，最后拖到2006年，对，拖了总共89年，拖了89年，为什么拖了89年？因为那时候在挖那个水罪的隧道，那种有个机具、就是工程大约翰，大约翰 Big John， 对、大约翰就是被埋在水罪里面，对，对，所以那边的地质地层是极度不稳定，而且有断层，而且那边要通过一个两个非常危险的，就是只就是很多泥土包的足贼一个那种硬酒陶啊，对，就是那种小小的沙砾石，哎对，哦，啊再来页岩层，对，哦，哎，啊整个塌下来，所以那个大约院这个工程被埋在那里。就被埋在那里。一部大约翰要多少钱？一部大约翰，我知道小约翰要那时候2亿多，对吧？好，现在大约翰不止了，大约翰一句现在快了。然后呢？好，那个时候呢，我就再补充一下，因为当时那个这个部分呢，我跟那个他们在盖雪隧的那些工程师的哈，我们有呢同台讨论过很多的事情哈。那个时候呢，听说还打穿了很多的水包。水包啊，水包就是那个在山里面哦，水啦，山里面哦，你看一座山里面哦，它呢会有一些空间哦，对，就是水包，是啊，水包都充满了水，对，你知道那个水包有多大吗？它那个哦，直径啊至少一个篮球场那么大，一个篮球场哦，你看很多了，一个篮球场再跑到对面去，你看快攻上篮那，哎，这么大的一个篮球场，那个直径哦，大概有这么大的一个直径的一个水包。有好几个里面呢就打穿了打破了，好了，那打破了之后呢，那我就稍微补充再继续说明一下，那个水哦，水包打破了，水是不是就流出来了？水流出来了之后呢，我们呢就看到第一个宜兰的五峰旗瀑布，有没有？以前哦，因为它旁边有一个高尔夫球场，我曾经去那边前面打过几次球，以前的时候哇水量很丰沛啊，那个瀑布这样下来哇啪啪啪啪，就现在呢，你看刚刚那个天使的小便，有没有？我们看到一个天上天使尿尿这样子，那个瀑布现在变水量变这么小，还有我呢，我去，因为我太太是宜兰人，我常常去那边，以前宜兰好山好水，可是现在你去到很多的那个溪流哦，都没有干了，都枯水，枯水呢，都枯水啊，所以很多人就说这个是因为雪隧把水包打破了，对，然后把很多的水资源都破坏掉了，对。是不是？对，那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在研究了，哦，我现在就是祈求柯文哲不要做这种，让我们的子子孙孙哈，未来哈，未来甚至几万年哦，台湾会变成没有水喝的，或是喝脏水，或喝那种脏水。你看那个印度，他们喝那个水，恒河的水，对啊，那真的能喝吗？可是人家也生了几亿人，不是，人家恒河的水里面含有很多的矿物质跟医疗的，可医疗用的。那不要不要，那你去喝，你去喝喝看，这个是你喝了就拉肚子。这个是报纸上写的啦。那个我就太过神奇了。啊，可是我们如果是我们普通人去到恒河去喝那个水，绝对包准你拉肚子。因为什么？上面有尸体，尸体有粪便，大便有什么东西，什么都有。洗衣服也在那个水，哎呀，洗澡也在那个用那个水。上游的人在上厕所，然后下游的人在刷牙。你说我是惊死人。你有去上海吗？当然有去过啊。上海的自来水跟洗澡水不一样。哦，可以供给你洗澡水跟那个自来水是不一样。好，是的，自来水他们是要饮，可以喝的。长江那边的，对，哦，开始有是，但是洗澡水是饮黄浦江的。哦，因为黄浦江比较脏。不是比较脏，它那个是黄河的，黄浦高原的支流，就不是，它是一半由那边流出来的支流，流到那边去，所以黄浦江里面的为什么叫做黄浦？就泥沙，它的泥沙比较多，对不对？泥沙比较，啊，你看看那个洗澡水哦。就会比较有点黄黄的，哎，比较黄黄的，对，不能拿那个来煮水喝，对，就是不能拿。你要喝，要喝自来水的。对，你到上海就没有办法，水龙头一开，你就可以那个就可以喝，
哎，对，那有时候那个水龙头是跟那个洗澡的，是过挂在一起，还有跟浇花的，哦，培养树木呢，这个水是他们是分开的。是，那你香港也是啊，那你不要说他们上海、香港，你说高雄就好，高雄都要买水啊，哎，对不对？都要买水喝。高雄的气候好不好？那非常差，哦，水质不好嘛。哦，对，哦，那你看看哦，柯文哲他说提出来这个直铁的计划，是他第一点，他有没有地形考量？他有没有经济考量？嗯，他有没有环境评估考量？当初他的自然团为什么不告诉他，在陈水扁时当总统的时代，嗯，是他研究了一份报告，经过专家学者跟国外的专家学者来到台湾实际的考察，哎，哦。他们认为说，我那个已经不可以再盖这条铁路了。陈水扁时代就做过了，就做过这个评估。那你网站，你的网军那么强，嗯，应该要找一些正面的，啊，嗯。所以我也拜托柯文哲的公民团体的网军们，嗯，哦，嗯，你们真的要凭良心一点，啊，嗯，哦，把这个实际的状况要告诉柯文哲，嗯，不要让一个柯文哲，哦，他这个医生，对他医生对医疗方面他是比较专长，可是对这种东对这一类的公共政策，嗯，他应该要告诉他这里面他会造成什么后果。欸，可是看到现在为止，哦，我觉得柯文哲他会不会是这样，很多事情也许他的政见是比较天马行空一开始，可是他后面他要去执行的时候呢，他不会这么的莽撞吧？我怕，哦，他不会这么照进，欸，我看是不会的。我因为我不能讲他是什么症，哦，我这个症什麼症，我不能讲他这是什么症，是可是这他这种症的人都会比较一种思想比较有一点偏激一点，未必啦，偏激一点，未必会这样子啦。哦，我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聊。因为呢，这个呢，如果这个政策，如果一旦真的形成的话，那我跟你讲，是不是对于我们的水资源的冲击啊，冲击会更加的不可收拾呢？进广告之后继续来聊。好了，九八新闻台刘俊耀受邀要接臂达人林瑞图在现场，许达利哟。好，今天我们就来好好探讨一下了，说如果这个呢，台北到宜兰的直接铁路，哦，如果真的要做的话，那你刚刚讲嘛，他们都没有评估，哦，深切的评估报告。现在先由你手上的这一份评估报告，咱们先来看一下，好呢，在水资源上面可能会受到的冲击呢有多大？你来跟大家讲，来。哦，水资源的冲击，哦，你看看，哦，我这边也做出来一份，哦，自从那个什么那个水山隧道，对，哦，那个凿通就是现在的北宜高速公路，哦，一凿通以后是，哦，回水水库从，因为我刚刚我已经讲了，本来水山隧道是在1998年要完工，结果拖到2006年，为什么？嗯，是因为他挖到了一个水山隧道里面有一些集水区，对，就是在冰河时期，嗯，地下水，嗯，去挖到这个脉，嗯，哦，刚刚你讲了五峰瀑布，它那边为什么会造成水量会这样说？怎么说？跟那个破坏水山雪坠去破坏水山隧道破坏的地下水是，哦，那个是非常非常对有关系，因为这个，哦，嗯。这个在地下水它是要养成啊，要数百年甚至数千年数万年，嗯，而且雪山隧道这是从冰河时期，嗯，冰河时期，嗯，就已经养成了这些地下水，嗯，这个地下水呢，它是河川所有的河川的一个激流，嗯，流量水流量的一个激流，嗯，激流啦，嗯，基础的基，嗯，激流，嗯，那你今天突然把它破坏掉，它的水要爆到哪流到海，就都流光了，哎，流光了嘛，哎。那我们回水水库整个在水山隧道北宜高速公路做好，哦，2006年，就民国95年，对，96年开始我就研究它跟3年的报告。好，来，你说，哦，96年它平均的水位啊，哦，对，平均的水位，这是已经开始都已经有缩减的情况，你可以看看，在96年的时候，还有164，哦，16几、166，我们那时候已经降到多少？
156哦，你到1997年降到156，你就从这个平均的均水量1.65百万吨的，这是每黑米里面哦，就是1.65，到了1997年变1.57，变成问题，这已经掉了蛮多的哦，到了1998年乘1.426，就我都简单讲哈，平均均水简单讲就1.6掉到1.5，掉到1.4哈，一直往下掉。每一年呢，都在呢，它的蓄水量呢，都在萎缩当中了。那这个东西好，回收水库的蓄水量哦，哎对，那回收水库造成回收我的淤积呢？淤积还没算呢，淤积哦，因为你水深隧道一打通以后啊，整个地层扰动，地层扰动以后很多的。你要经过很多的地方，都要森林的那个覆盖层有没有？是很多森林有没有？那你要砍嘛？你要把那个破坏，整个那个河沙泥沙啊，都冲往水库来。是那水库它的淤积呀也变高了，并没办法去，并没有办法去实际存量存那么多。是而且水资源也变少了。嗯哦，水资源也变少，因为台湾虽然降雨量非常高，可是说实在话，台湾蓄水量反而少，因为我们河川短期嘛，因为我们以前读地理课本的时候，不是这样讲吗？其实他这边哦，水头这边有一个数据哦，倒蛮有意思的哦，我们的降水量一年哦。如果以 mm 来计算的话了哈，是2500立方米啊，立方米。2510，我们哦比日本、印度、中国哇都高很多呢。我们的降雨量啊，对。可是我们的人口哦，平均分配到的降雨量哦，就降水量了哦。其实呢，却比日本、印度、中国还要少嘞。哎，还要少，因为台湾是缺水国家。哦，我们变成缺水，可是雨量下那么多雨，可是没有用啊，都扣不住，扣不住啊。哎，这是什么原因呢？对。因为我们水库不够吗？不是，我们河川湍急啊，而且相当短，哎，不像那不像那个大陆，不像美国，不像那印度，他们大面积国家，它降雨的时候，它整个水要流到排放到海，要一段时间，要一段时间。台湾的平均呐，你落的多哈，老的差不多几点钟过来，这种老安海。哦，因为太陡峭湍急，湍急啊，无桥嘛，无桥啊，咱无在了桥嘛，是没有那么多的地形可以让我们盖水库来建水库来蓄水。现在哈，我那时候我有小水库原理啊，就是说你在山区哈，也有在山区所降的雨啊哈，我们在山区山脚那边哦，我们就是要做个那个小水库哦，小水库就是。有 Q 水的对吧？对对哦，随时它就可以补充大水库，哦那不足的现象。可是怎么补充呢？那个小水库，我跟我讲哦，遍地开花的意思。你对士林北投，我知道你相当熟。是天母有一个小水库，你晓得吗？天母哦，天母有小水库。哇，天母古道应该压起来呀。哦，那个不是很大的水库，可是那个水库是滋应。在回收水库供水的时候，自然通过这个供水到末梢不足的地方的，都是靠天母。哎呦，那我们北投那边，我住新北投，是，我住新北投那地带，我们大屯山有一个小的水库，也是在滋应我们这个新北投地区的，新北投地区的这个水。本来陈水扁是要把天母这个古道这个小水库，这个矿泉水要卖给那个统一集团。哎呦，他那也可以卖哦。卖的，所以那时候他要卖掉啊。哎、他当市长的时候啊，我不要说他收什么好处了啊。反正现在我如果再说，人家到时候网络霸凌我，我因为人家陈水扁又有可能要放，要放出来了。对，他找你算账。那时候他要把这个，就是要卖给统一集团。不、是啊，后来变卖成。我在议会反对啊！哦，所以后来就这事情就无疾而终嘛，还是就无疾而终啊！哦，所以说现在不敢卖啊！我说你卖看，这是民生资源。他说要卖多少钱？民生用水，他一年他只不过是1-2亿而已啊，可是那个矿泉水可以卖
水质味道、哦、是是是，天母所饮用的水，天母为什么它会变成一个非常适合人居的？对，你莫想讲啊，伊个因为那时候美国人讲天母是怎么成的，听无听无就是天母，哦，听无伊个讲这边什么地区啊？哦，较早叫做南马，叫做八支的南亚，哎，南马，南马，南亚，啊，到尾伊个那个外国人他讲。天母，哦，是这样，就这样来的。那天母这边的水，你看它的居住环境，它的物价为什么会那么高？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有一个因素之一呀、啊，就是非常良好的水。哦，良好的水就在那边、嗯。好，哦，所以我们那时候我们就来讲啊，这个水山隧道，你那时候做已经政策大失败了，而且这个又有一个传说啊，这个传说是真是假，你们自己去评定。那你说，那时候人家就说，你不要以为那时候马英九陈水扁倒了，陈水扁倒了，对，就是那个水山隧道这个龙脉，它有一个龙脉，是，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大水带，哦，这个龙脉水包龙头，因为我们台湾是以雪中央山脉是以雪山隧。雪山为起点，起点整个中央山脉，套在的台南是个被高雄 GDP 在开始有变开诶，是，不过中央山脉是整个贯穿在台湾的南北，对，啊那个在那个北的地方，这个是龙头，这龙头水山隧道就代表它的龙头里面的水，哦，就是整个被打破了、哦，所以那时候。陈水扁那时候他就要大败了、哦嗯哦、那时候虽然是打败跟打败现在是国家的大败、啊、对啊，但大败，但是这个国家的问题啦，不是他个人的问题，我说你要信不信的问题，你说、哦、他就说破坏那个水源就破坏龙血啦、哦、破坏了我们在就看到破坏了龙血，然后呢是会造成陈水扁的大败、哎、就造成那时候民进党的大败、哎哦，后来也造成了国民党整个魁势的大败，是，也是在这个水山隧道里面，整个我们台湾的政党就变成恶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整个稳定台湾的那种国家发展的基石，整个就被破坏掉了。哦，跟你后面这句我就比较相信，哎，我到蓝绿之间呐、啊，若风水哦，风水破坏哦，我到。就像一个家庭，对，跟国运有关的、啊，跟国运有关。就像我们家里面哦，家里面自己的风水，有没有？有些人都会弄怎么他们的那个主错啦，就要怎么样。如果风水被破坏了，我是觉得整个家道是中落。对，那家道中落可能就会兄弟细讲嘛，里面的个爹郎、兄弟啊、冤家啦，让他有就家不和，万事就不兴嘛。那台湾，我觉得你后面讲的就是，不管是对蓝对绿的。都不好嘛，整个国运不好的时候呢，你蓝绿都不好，就蓝绿我们就像同胞一样嘛，就像兄弟一样嘛，所以呢他们呢在自己蓝绿在那边自己斗，对不对？他的家不和，这万事就不行嘛，所以你这样讲我就觉得后面这个我就他觉得跟个人没有关系，但他跟国家有关系。不是那时候整个民进党也大败，国民党也大败、今年国民党 也大败、啊、人民就是他们都大败，人民就大败了，对，蓝绿恶斗，对，非常严重严重，而且这个是我们的国运哦，会整个要修补回来了、我听那些懂得风水地理说要经过三百年，哇，我没有办法活到三百年嘛？对，因为这当然我们活不到了。对，但是我们的子子孙孙会痛苦那么久，因为什么？你那个龙是这有没有龙？人家古代有一句那种龙哥浅滩，龙困浅滩，龙哥浅滩朝霞朝霞戏，有没有？去有黑暗的落平阳被犬欺啊！对，有没有？对，龙哥啊，对，哥在这个浅滩，那你浅滩是代表没有水，对，那你整条龙你就不能不能就是对啊，哦，没办法，活龙一条，蛙龙一条，对不对？是。后来我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做这个事情呢，你再把它说详细一点。但柯文哲呢，还有他的网军们哦，说不定会听到、哦，那这样子，说不定国运会变好。不要霸凌我，不会霸凌你的、我现在已经年老了哈。啊，进广告，广告之后记得。
好，那九八新闻台刘俊耀、瘦幺幺、林瑞图在我们现场，水到六六六。好，那最后这一段呢，我想呢，就好了。哦，那我现在是把它结论一下了。哦，把它结论一下，坑者要做可以啊。哦，你要做这北移直铁，直铁可以，因为你要完成你的北部总。总统梦是哦，北部总统他不是台湾总统哦，北部总统、哦、北北基于北北基桃鱼对啊、哦，不是占了1000万人口嘛是哦，你要当这总统梦那是没有关系，你不要跟蔡英文同志就是从苗栗以南哦，按你同志从桃园以北哦，新竹桃园以北是 你也一直想要跟柯建铭 他的徒弟就是新竹市长、嗯哦、想要做一个连线的嘛、哦嗯、那不管怎么样、哦、你这个梦我们都是给你预祝的、嗯、因为、哎、人有梦是最美的、嗯、有梦想睡希望相随、嗯哦、这不是阿扁来讲的话、哎嗯啊、看着就跟陈建铭非常好啊、嗯、你看他现在的所有的官员哪一个没有陈水扁的影子、嗯、现在的局处所长嗯，来可没有陈水扁的影子哦，是，他那是已经复议的嘛？那以后如果陈水扁出狱之后，哇，那不是那影子市长啊？哇、哦欸啊，哦，那这台北就热闹了哦。啊，热闹哦，我希望他赶快出狱。台北就热闹了哦，这个好，那所以说、這個、你的意思，这一条直铁，其实呢，其实你要做，你要善事啊。哦，台湾会不会人民没有水喝？嗯、第二个，台湾人民是不是喝了很多脏水？嗯。第三个，如果再把它穿一条、嗯，已经一条、嗯，如果照这个风水地理的专门的老师在讲，嗯，我们一条水山隧道已经把我们的国运造成蓝绿对决这么的严重，嗯如果你就像你的身体、喉咙跟你的头部已经被穿一条钢筋。嗯嗯钢管过去的，是，你再穿另外一条钢管，是，会造成是什么？哎、欸，那我问你哦，那为什么不能直接就用那个现有的那个台铁啊，让它变成高速铁路就？他就是要省这个8分钟啊、嗯，他就说本来人家跟他建议说绕开热水库的集水区跟那个森林覆盖区，是，我也不晓得柯文哲的公民团体，它里面有很多环保。嗯环保的学者，对啊，环境保护学者，不是有吗？还有环境保护的这些、啊，他们应该可以更了解吧？哎，没有，他们可能不敢讲话、嗯、啊？为什么？为什么？怕被霸凌？啊、跟你一样、啊，跟你一样，怕被霸凌，啊、所以呢，大家现在是网络时代，很多会霸凌，少讲几句话，好不好？今天看评论，到我们现场，谢谢。